媳妇儿啊，坏了，钥匙忘拿了。你一天能干点啥呀？那咋整啊？你还想胎吧？轮胎，轮胎，轮胎，太太呀！哎，媳妇儿，钥匙放哪儿了？不放客厅桌子上了吗？轮胎，钥匙在一楼客厅桌子上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轮胎，把钥匙送过来。哎，太太你真棒，来。真棒啊！拿过来，来，真棒啊，大太。咱进吧，快走。你钥匙没拿呀？钥匙没拿，忘。你看小太太，原来你知道拿钥匙。轮胎究竟是如何拿到钥匙的？